Hello， 我是青姐，给你们看个东西，这是啥？银杏果。看树上的黄色的全部都是，它自己掉下来的。过来我看看。哟，好玩啊！我第一次见到这样子的，没脱皮的。它们都在树上烂了，就熟透了才掉下来。看这两颗是我剥了皮的。这颗是没剥皮的，挺臭哎，但是它果子不大，因为这个不是专门种植的嘛，路边的，好玩。我们今天做一个韩式拌饭，用到的是三色糙米。我在蒸着米饭呢，一会儿弄一下菜。我突然看一个节目，我突然想到了我的中秋节。我要吃火锅，中秋节吃火锅，吃火锅。煮一点虾，这是一斤。我想冻冰箱，但是冻出来是黑的，所以说煮吃不完的冻冰箱。煮出来了，是不是还挺新鲜？其实我买的是死虾，25.9。这个是用油醋汁跟那个辣椒酱拌的，不是很辣的辣椒酱，低脂辣椒酱。嗯，好吃，好吃。